他以为我们要喂他吃东西。没有啊，我被你咬过哎、欸。是天鹅啊？啊？对啊，反正我被鹅咬过哎、欸。而且你看他们那个嘴巴扁扁的，你看这样，我永生难忘。就这样，我小学时候在玩那个田埂啊，这样过来，然后这样，大腿上来还会这样转。跟耳朵很凶，知道这样，反正我们那里，我就记得，就是妈妈跟我讲啊。